醒了，哎，你可以叫醒我的。正好有点东西没做完，我可不是故意要等你，别自作多情。哦。东西在那边。这么多啊？大促销买的。那什么？红糖姜茶。谢谢。你慢点喝，别烫着。怎么样？科朗药业董事长不依不饶，认为 MH 应该有人为今天的闹剧负责。我们拿到了他转移公司资产的证据，还在核实当中。这就是你核实的证据。逼邓科下台未果，现在对方要求我们给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你说这件事该怎么办？这件事情我会负责的。你会负责？你怎么负责？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能证实邓科转移资产的事情。我给你时间，那谁给我时间啊？你最好的负责方式就是把你的辞职信放在我的桌面上。如果你真的想哭，告诉我，我提前叫救护车。唉，终于满你月了，唯一知道你底细的我，可能真的要离开 MH。投行如战场，现在明白了。小蚂蚁背大锅是金融街所有投行的潜规则，我只是没有想过会这么快。你不配做小蚂蚁，小蚂蚁绝对不会放弃，会一直往前爬。一个没有感情的车轱辘是不会明白小蚂蚁的心酸的。将军，我是想让你离开 MH， 但绝对不是以替我背锅的方式离开。你记住，在我的地盘，我不会让任何人背锅。你是有新的线索了吗？暂时的撤退不是失败。蚂蚁小姐，请继续往前爬，战斗远未结束。你放心吧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我问你，为什么一定要留在 MH？ 袁帅，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很了解我？当然了解你了，但那是曾经，在我的青春里，你终究还是缺席了一段时间，所以你不知道我这些年遇到了什么样的人，发生过什么样的事，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进 MH， 更不知道我变成了什么样的人。就像现在，你认为我会因为遭遇到不公平待遇而哭，可是我不会，我会沮丧，会愤怒，但我不会退缩。
你还停留在过去，或许你应该试着重新认识我一次。